就是围绕着我们的青嘛，来运用一些汉字，然后让这个青呢变成其他的字。首先，这就是一个偏旁部首，然后加一个青，就读成了一个，也是一个青。就"青"它这个字在右边，其实它很有趣。它加上什么部首之后，它就把那个领域当中最极致的那种美要呈现出来，对，那个水，状态。清水，这就是是水里边最美的那个状对态。对对。睛是眼当中最美的部位，我们叫眼和睛，睛是眼当中那个画龙点睛的那个部分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情感的情，哇，爱心情，最美的部分。对。所有的心当中的有了情之后，情就是其中最唯美的那个部分了。对，是的，亮，亮，见到的所见当中最美的容颜，亮丽的容颜，应该还有，还有，很多，对对对，特别特别多。